现在是7月11号早上10点，科比昨天打电话跟我说，叫我要来办公室准备摄影机要出门，他还没有跟我讲要去哪里，真的不知道去哪里，好早啊，都还没睡饱，还没睡醒，现在在等科比来载我吧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最初鍵館。はい、車に食い縫い。静か論。走、来找阿呆。找阿呆。哎、阿呆、走吧。走吧、我们要去花莲了。花莲。对、花莲啊。花莲。对啊。那么远，那个签代步车给客人，客人说他车子有一个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我也不知道，去了才知道。可是他说他身上都有那个味道，我不晓得。我去闻他的身上的味道，他要是女生，对，我们去闻他的味道。走走走，走。啊，我们就开我们的代步车啊，那两台啊，啊，我们的暴力啊，暴力啊。好，等一下就出发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去哪？现在去宜兰了。要先去宜兰了。对啊，先去宜兰吃吃物件，他就出发了，肚子总最饿，现在已经。快12点了，到宜兰了，到宜兰了。汽车旅馆啊，宜兰地标没有啦，汽车旅馆以前是那个啊，农会，就是以前是仓库，仓库的坑黑，比如肥料啊，有时候没有，现在改成汽车旅馆。是啊，所以当男生经过的时候跟你讲什么，你要懂得拒绝。男生什么意思？男生如果找我，我当然全部都拒绝了。对啊，这什么问题？对啊，这什么问题？我怎么回答？我好啊，男生找我进去要干嘛？对啊，奇怪。如果是女生找我进去，我要怎么拒绝？对不对？我应该是不会拒绝。那你要教我们的女粉丝要怎么拒绝啊？不用拒绝啊，不用拒绝啊。人家找你，表示对你有意思，你就进去就对了。不是啊，他会有什么借口？你说几个来听听。没有，上厕所而已啊。是哦，对，肚子突然痛。对，突然痛，上个厕所，因为外面的厕所不干净，里面的厕所我可以洗一洗才可以上，因为我有洁癖嘛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人家坐过的。对啊，我好听过要洗脚的。你都觉得脚快有点脏。对，要洗一个脚的，脚黏黏的啊。对啊，哪里都黏黏的。所以阿呆，你都用什么理由？不用理由啊，你就直接进去就好了。安奈啊，我跟你讲，宜兰很多汽车旅馆。你怎么知道？台中不是也很多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以前在台中读书，整个星期都是、啊。好，我可以结论，阿呆都跑来宜兰，你都去台中，就这样结案了。那证明。我们是不同边的、啊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汽车旅馆的那个会员卡。对，这次不要打广告，不然又没得吃了。今天这集很像在拍 vlog， 喝啤的 vlog。哎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春卷六只啊，虾饼三个。三个饼六条春卷。对，阿泰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哦，拍到自己了，哈，拍到自己了，你看钥匙两把。他说钥匙是打不开的。好了，到了。耶、yeah ，到哪里了？这个、啊、太远了，拍不到。拍不到、啊，太鲁阁了、啊。拍，我们去拍那个石头啊。好，大家到了。嗨，太鲁阁国家公园，我们是路过而已啊，今天没有要进去了。今天不是来这边玩的，等下再继续出发，休息一下。阿呆说要尿尿了，快尿出来了，快尿出来，好，走，往外走。大鸭没想尿。他是我哥，我对他是弟弟，都不会讲，都不好好讲话。他是我哥，他是你哥，对。好，上车了。四门那个，耶，到了。四门飞士岛，对，我们要签四门的飞士岛，我联络一下。其实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本身它的车子的味道。这个就是很标准的菲斯达的味道，就像宾士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我来你们闻一下，我是蛮标准的宾士的味道，
菲士达的味道。哦，对，这个是菲士达的味道。对，真的是，没关系，我回去一样再帮你清清好了啦。既然都来了，啊，我跟你说哈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代步车是我们用租赁的，如果万一真的有比如发生什么事故，我们是有保一次全险。对，啊，你就不要跑掉，你就可以报警啊，就可以出险这样。好，好，好，接。好，车就交给你了。好 ，OK， 要保持联络，想到什么事情跟我们说。OK， 好，好，不会。好，会啊，对啊。谢谢，拜拜。我们要走了，先到车了，就是这一台。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种味道，是吗？我觉得别人台北的味道反而没有那么喜欢。哦，它的是用转的哦。有吧？转到你天荒地老都转不好。这种车不能车闯，太慢了。好了。那再走吧，我请你喝咖啡。难怪，难怪，对吧？还有微秀，不然看个电影再回去了。可以啊。啊，现在有电影不能开，改掉明天。啊，是啊，本来请你的说，那只能请咖啡了。没有，你可以请我在这里住宿啊。哦，听说可以请公款呢、啊，哈，请公款、啊哦。老板有说过哈、哦。啊，对啊。啊，我卡迄款起来180哦，哈、啊。卡这就这款卡180。要颠倒，听说颠倒拍起来比较强。颠倒拍起来脚比较长啊，可是我衣服一直飘哎、欸。没关系啦，我会抓。我那卡条，阿带条200公分。哦。好，这集真的是废片哎、欸，我就看谁要来剪这一片，超难剪。不然我们现在去问，随便问一个路人说你要去哪里。我们来猜拳，输人讲。输了去问，然后输了去问，来，最输的去问啊，就一把而已啊哈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去问，哥，谁好的嘛？没有谁好的，对不对？他说要回家，我们就跟他回家，我们找妹子好了。那你去问那狮子啊，狮子会跟你说我要回金门哦。请问你要去哪里？他说我要回家，不要在这边晒太阳了。哎，不然嘞，苗总。漂亮的，看一下海。没有人，好吧，我们去再找再找。你敢问吗？要问什么？你等一下去哪里？对，不要去哪里。你会惊惊嘞，我会害羞嘞。我们在聊天。来哎呦。好了，略过、哦。好，万事可以比。对，啊你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去哪里？去市区。对，去市区。花莲市区吗？对。好，那就是花莲市区。我们去花莲市区。谢谢。好，花莲市区。等一下，你要宣传一下。好，宣传一下。你看，我们是小狮汽车，我是柯P传教士。啊，今天刚好来这边，对，啊，我们要宣传了。你可以帮我打开 YouTube 吗？然后帮我打小狮汽车。订阅这个。哦，你认真啊，赚那个订阅了耶！对，谢谢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多帮我分享，如果你真的有，比如说我们也有卖中古车，你都可以看。好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对车有兴趣都可以看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花莲市区。耶，走，花莲市区。哇，我好紧张哦。帮我们公司又争取了一个点阅率，那希望那个观众朋友刚那个有看这部片的话，来留言一下。对，留言。很酷哎，很酷啊、哦！就是一个住家，很酷哈、哦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再换你了，换我了。看一下。花莲好地方。昏死，你看，昏死的臭味。满满满，对啊，
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，回家就知道了。现在不能吃。耶、yeah, ！我去花莲把它牵回来这一台。嗯，好，已经整理好了，我这个礼拜天就要开过去给他。整理了什么？影片都有啦。其实这个影片就比较短，因为就洗内装，因为车主说有味道，我想说什么异味，结果去牵的时候，结果是很标准的菲斯达的味道啊。这样就牵回来，好，地毯我都把它拿出来都洗过了，椅子我也洗了也晒了，对啊，内装也都有擦，可是比较忙没拍到了，内装我都擦过了啊，外表洗一洗，到时候牵过去给他啊。本来是说想说请对面那个我在花莲嘛，想说叫花莲的修理厂去用，他还说不出来，结果后来他发现第二台一样的车来，就是味道是一样的，他、啊、请车主去闻，车主说啊，因为上班的时间没办法，瞧不拢，那刚好不是啊，不然好了，那就刚好找阿呆就去了，就把他请回来了。哇，你们玩得很开心哦。对啊，诶、还好就走一走啦。对啊，好，疫情的关系也不能内用干嘛，这次去刚好疫情已经解封了，到那边可以搞不好可以内用。哦、对、啊，现在应该内用，花莲解封了吧？二级的解了。我不知道。这次去，好、啊，这次去我就没有拍了，这次顺便带家人去走一走，所以就没拍了。好、啊，那就这做个结尾这样。好、啊，喜欢的好、啊、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记得啊多帮我分享耶、yeah, ，拜拜。拜。耶。啊，什么是标准的菲斯达味道？哎、欸，就是很简单，第一台这样嘛，你再摆第二台，闻、欸、起来一样，那就是菲斯达的味道。哦，好，就是比如说老 B 有老 B 的味道，欸、有没有宾士啦？啊，宾士有宾士的味道。哦哦哦 ，W B， 大家讲清楚。我的菜，我的菜啊！我本来只是经过而已，放风。哦，放老 B 有老 B 的味道。臭 B 有臭 B 的味道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哎，有人说那个，你如果吃凤梨，哎，哦，凤梨那个出来，假小斯丁那个出来的味道就会不一样。你有听过？哦，刚才我跟他变低耶。对，听说是这样啦。啊，太太，真的。真的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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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